鱼池乡是全台虎头兰首要产地，市占率80%以上，大型蜘蛛与人等高，气派豪华。岁末年初是虎头兰盛花期，但今年由于气候雨水影响，花季延后1到2周绽放。鱼池乡农会特地到兰园关心，欢迎大家新春祈福，采买虎头兰回家，福气当头，招好运。鱼池乡虎头兰栽种面积逾40公顷，全台市占率达80%以上。专业兰园主要分布在东光、大林、东池、鱼池、中明以及大雁村。目前正是虎头兰花季，鱼池乡农会特地到东光兰园关心花况，也欢迎大家到兰园采买兰花回家过好年。今年吼，迄地乡阮的虎头兰吼已经开始开花了吼，啊，今麦吼。最好的就是咱的虎头兰，今年吼可以让大家带回去家里面吼，先买盆家，家里面可以置放。然后这个虎头兰部分呢吼，其实每一年呢，在过年期间在家里面置放这个虎头兰是非常划得来的。原因很简单，是我们这大花卉兰的部分，出家里面摆放，感觉整个家里面生气蓬勃以外，最重要的，这个虎头兰的花期呢非常的长，可以长达将近2个月多的时间。所以呢，现在如果来购买这个花卉是最划得来。由于今年雨水期较长。虎头兰花季延后1到2周不等，但在兰园主人郭光展以及施秀芝的细心照顾下，园区的虎头兰植株一样充满活力。目前大部分虎头兰都以含苞待放。虎头兰照顾的方法很简单，业者说，摆放在室内1星期浇水一次，然后拿到室外半遮阴的环境，让它透透气，2到3天再移回室内就可以了。今年可能受到咱雨水季的伤长的影响，开花普遍拢无好。哦，差往年的情形，可能差只产量减少一半，一部分嘛未复开。新历年离迄个啊做旧历年差超20几天，啊，差新历年的花种啊都符合离旧历年开。消费者如果要选择花嘛，是讲大概开个1/3左右，一个礼拜拿到外面晒晒阳光啊，不要正中午时间啦。太热的时间，咱就莫摕出来晒。啊，浇水嘛，那全部浇透之完之后啊，再移进去。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正逢虎头兰花季，虎与福有谐音，有许多的民众等不及兰花上市，直接到兰园挑选自己喜爱的虎头兰，增添春节喜气，希望能够福气当头，新春迎喜。那呢，在挑选虎头兰的时候，要记得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看这花呢，它的花瓣上呢，感觉有没有活力哦，不要感觉那种失水的状况。那今年呢，比较不会有这个情况，是今年的过年呢比较早了一点。那我们虎头兰呢，今年刚好所有的花期的搭配时间上呢，非常的刚好，会配合整个过年期间呢，应该在家里面摆放都会非常的漂亮。啊，咱虎头虎头啦，吼，就是把咱的福气带入咱的客厅。咱希望讲，大家紧的来买花，啊无，今年安尼减产吼，咱的虎头兰减产超一半以上，恐惊你到过年时阵会无花哦。所以欢迎大家紧的来咱溪里乡来日月潭来买咱的虎头兰。鱼池乡东光虎头兰品质佳，花期可长达2个月，除了适合切花，也适合组装盆花装饰厅堂，迎春纳福。鱼池乡农会欢迎大家来日月潭旅游兼赏花。到东光产区买几盆虎头兰，春节应景，增添喜气，吉祥如意。记者张东仁，鱼池乡采访报道。